嗯，今天说了，你跑一趟，嗯，把这东西抱好了，去到九大王的府中，给端王千岁送去。我这有一个信件啊，拿着吧。哎，这儿抱好了，揣得了信，由打府中出来，赶奔端王府。到门这儿有人拦着，哎，找谁呀？不能随便出入啊！找谁？是我这个王驸马让我来的啊，给千岁爷送玩意儿来的。嗯，那这么说知道，千岁爷大早上起来就念着，啊，早上起来嗓子都哑了，怎么嗓子哑了？说梦话说一宿，啊，哎呀，也不送得来，送不来呀、啊。那、啊、皇上爱小，早上起来扁条线都肿了。啊，这个大伙说您火太大了，火太大，不是他会送来吗？啊，要不咱们到他府中再去看一回吧。说咱们什么名气去，咱们给他拜寿，昨儿生日的次日嘛。来，您在家等着吧啊。那咱玩会儿吧，家里有几个小黄门太监，踢球吧，挂好了风流眼，大伙儿一块儿跟这后院这儿踢呗，你也踢我也踢。踢球的功夫，高俅来了，抱着这包袱，怀着揣的信，有人带路，这儿来了，往这一站，嗯，瞧见了。他知道哪个是，一个是穿的衣服不一样，啊，再一个昨天上府中去过一次。哦，这是端王千岁，我这会儿怎么办？过去打扰不敢，要脑袋，跟这等着吧，啊，等着等着，突然间有打那边蹭，这球出来了，也不谁这一脚呀，踢出去之后，端王千岁没接着，呜。一闪而过，直奔高俅面门而来。高俅心里边说：“这球我踢还是不踢呀、啊？我要不踢呀、啊，这我觉着可惜了啊！我要踢，可是这里边有掉脑啊，这事儿干脆我踢吧，就这一脚踢出去，踢出一官儿。”